九个参赛牌子，好，来 ，B B D G C， 左右八，八到三十号为止，后面就没有了。左右八，八到三十号为止。同时间跟各位说明一下，我们三分球竞赛的规则。我们预计在中午的时间，大概是12:30开始我们三分球的比赛。我们三分。